是核突咯。你跟石的地下有什么分别？我都之前有拍過嘅，我諗廿幾年前同阿長姐喺出邊拍電影啊，已經係錫過噶啦。咁跟住再之後咧，就同阿廣啦，我哋超時空男神啦，又有長錫氣啦。咁而家呢套又有長錫，其實就我習慣咗啦，仲可能有啲上癮添。即係我又唔覺得咩嘢，唔覺得咩嘢。劇情係得意嘅一個，不過咧就。唔好太多次啦，夠啦，錫翻女仔啦，正常啲啦。我好早已經好想搞生意，其實咧，我係十幾年前咧，我開個茶餐廳啦，當然係蝕到執笠啦，開咗幾年，跟住又開個雞煲啦，又係蝕。我亦都明白，力不到不為財，有好多時咧係你真係要參與多啲。咁我當時我又好少參與啦，咁所以攞個經驗。咁其實做呢行咧，我哋做娛樂咧，其實係幾冇安全感。很多藝人都是我們很被動，我們很難去敲門給個主角我做給個什麼，沒有的，是別人覺得你啱先找，想找條後路去做。咁巧在5、6年前呢，就剛剛有人就找了唐文龍、劉永健、洪天明，找了我們幾個一起去搞一間公司。那間公司其實是做一間屬於有些宣傳的東西，他有些budget給我們，我們去搞，我們去找很多 TVB 很多不同的藝人。現在就很多合作，很多人跟我們一起合作了，我想會未來都應該多些，希望多些時間去學一下做生意，因為幾十歲了，小朋友這麼小，那這行是不是可以做到 很老呢？不一定，你可以的，但如果你體力是應付不到的，也都未必做到，所以打開一個門路呢，其實是對我或者對家裡都是我覺得穩陣一點。